原标题：解放军五大野战军各自奠定基础的战斗中，二野最强解放军五大野战军是在解放战争经历过最初国强共弱的阶段后，在我军兵力和武器逐渐追上国军时，为了即将展开的战略反攻而建立的五大主力部队。别看他们在成立之后似乎不费力，便如秋风扫落。